다시 한번 통화라. 將嗰啲綁架罪行變成一個合法化，呢個好清楚嘅。通過呢一個新修訂引渡條例，就變成將大陸嘅法律套喺香港，咁即係將所有香港人置喺一個非常危險嘅境地，任何人都會被引渡。咁香港點會有保障？冇人身安全嘅喎。 有錢嘅話，大家可以。謝謝你，多謝你。我冇可能留喺中國香港呢個地方係同佢玉石俱焚噶嘛，係嘛？我只能夠係點樣咧離開呢個地方，然後咧。 用我嘅辦法去攻擊佢，或者進行抵抗。